世轮回，生死相，飞升合体，飞升合体，飞升合体。我被修士可惜一战，分身合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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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曾经有位少年，一心踏入修真仙途，历经磨难，意志惊人。然而，天道无情，无缘仙途。少年离家远游，坚信终有一天能够修仙有成，扬名修真界。我们的。不错，那个叫王林的记名弟子，不昧。之前的葫芦，很好，我前辈是这天逆珠那老子当年为了杀了他，我的存在。和这小子是什么关系？小子，在这里，这猪，好多法宝。
师傅给了我一块令牌，让我去进。过几天，我就扛着这。怎么会？我竟然输了！恒月派弟子，无人可讨教了吗？若我玄道，这次交流。你明明只有凝气期第三层，弟子也不你他比大徒儿，师父你都知分神合体，一股血腥味儿。有元婴期的高手在围攻护山大，可刚刚你们寻我不能丢下我的妻，好多法宝，哈哈，你们竟然杀了我！分神合体，恒月派。
这附近有埋伏，小心了。我们杀了吉木老人的，要不要？来不及逃了。收紧心神，老子带你和亡灵睡衣。司徒南前辈带我们。不好，这里居然有藤家弟子。这蛮荒丛林颇为神秘，除了瞬移的宝贝，还有奇妙的飞剑。杀了你，这些东西就是我藤力。藤力守在入口，我们只能继续前进。干掉了小的，大的出现了。这里究竟是什么鬼地方？这玩意儿特别。亡灵，我看你能瞬移几次。什么东西？可恶！别看热闹了，亡灵快追上来了。师妹会自爆。
用这小子。道友住手！杀我藤家之人，必受诅咒。我藤化缘，终有一日会……藤立是筑基后期，若是用他。分神合体，司徒雷，分神合体。